Lesson 6. 哥哥去学校。Page 21. 哥哥去学校。小华去哪儿？小华去学校。小强去厕所。陈老师去教室。爷爷去公园。Page 22. 哥哥去学校。妈妈是医生，早上她去医院，我去幼儿园，哥哥去哪儿？他是学生，他去学校。